可爱的小动物们集合在新加坡慈济大爱幼教中心，准备出发到三好福田去了。身行好事，口说好话，我们要心想好的东西。那三好福田呢，主要就是带动三个好啦，就是身、口和意念，让孩子们学习从身、口、意都要去做好事。我们有结合阅读推广，通过绘本里面有这么多很好的内容，又有图案，孩子们可以从中可以更理解哦，原来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原来是有原因的。除了做运动、学静心，小朋友们也尝试种植，不仅要给植物需要的养分，还要让它快乐成长。这是建材，我要跟他说你很美丽，快长大。我要跟他讲我爱你，我很喜欢你。我们要对他讲好话，所以他才会长很高。We will also do and speak nice words to the plants, and we will do experimentation and observe the outcome of it. We will also talk about how good words affect also the plants and as well as people. Okay, 宝贝 ，that's enough. Okay, grab. 接下来一个月，小娃儿将通过各项活动学习例行三好，他们也非常有信心。大爱新闻张玉佳、戴小庆，新加坡报道。